Yes， 拿个行李箱。会不会很累？啊，还好啊，我看起来很累吗？目前是我素颜的一个状态。OK， 因为最近有在运动，所以没有问题，我接受任何的挑战。今天要干嘛？今天你是健身，现在先化妆，先化妆。一日店长，一日店长结束之后呢，要去一个艺廊餐厅的出席，要开幕嘛。哎，刚睡醒，然后头脑还不是太清楚，因为行程都是一个接一个。各位，我换手机壳了。可以看到 ，So Red， 要感谢我们的黄队队长袁浩哥，他特别帮我们准备了这个手机壳，让我们的心更团结一致。而且特别谢谢泰勒芬 ，Elephant 赞助我们手机壳。我不知道什么，我觉得吃面的时候。就很像周星，我觉得你在动边可能会发疯。老弟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要去一日店长了，不拘按摩椅，一日店长，走吧。OK， 现在赶到了板桥大圆百货，一上去就直接要开始。是今天不举按摩椅的一日店长陈汉典。刚刚这个富居按摩椅一日店长的活动结束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一个开幕活动，然后我要换装，明天又要去台中了，等一下再跟你讲，走。OK， 我现在要去那个一个餐厅的出席活动，就是所谓的 My Life。It's My Life。Hey, hello, hello, hello.应该是炙烧牛肉的。要炙烧牛肉吗？对，炙烧牛肉。会啊，红色的，我是红队的，没有，我是红队，我拿红色的。好，那我拿蓝色。啊，那这个，反正你平常不会穿那么花俏袜。会啊，不好，这我要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是不愿意放着？可以啦，这个我都会穿啊。是我朋友的比较好。反正你刚在忙，就没有跟你介绍。刚才跟我表哥讲。没有，可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OK， 我现在参加完这个餐厅的开幕活动之后呢，我现在要马上赶去练舞，要拍摄我的 YT 频道。呜，Question， 哎，这个是下一支的舞，我现在在练习。大家期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啊，这边都会订阅，他们都说了，拍他们走不掉了，就他们都会订阅，没错，他们都会订阅，又多了大概七八个订阅，太好了，好可怜。刚刚活动结束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赶过来舞蹈教室，要来拍舞，因为要拍那个 YouTube 的舞蹈影片，我这个韵律服都已经换好了，准备练舞，加油。使出全力了，是不是？那最后一次，连续第三次，最后一次，哦，没有。OK， 谢谢老师啊，我们刚练完，然后你看满身大汗，辛苦。我现在不能吃饭，我要买东西到高铁上吃，辛苦啊，因为我还要赶到台中，明天台中还有活动，谢谢。那谢谢哥，辛苦啊，谢谢孩子，刚练完舞，现在要去赶高铁，我要去台中，因为明天早上有台中自行车嘉年华，因为我是代言人，
所以要出发台中了。走了走了。现在是早上6:30，我们现在要去点歌的房间化妆。早安。早上了。起床了。起床了，起床了。你几点睡？睡几个小时？我大概睡四个小时吧。等一下去骑脚踏车了。Okay. 我是领骑的一头羊，叫做领骑羊。今天有点冷呢。有点冷，对。所以等一下骑脚踏车骑。穿外套。骑一骑应该会热起来。然后我现在整个梳化完毕之后怎么样？凹豆吧，可以啊、哦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今天风很大。我穿有点变天。衣服穿不够，好冷，呜呼！整个冷到都醒过来了。我的头发还可以吗？这么大的风，会不会早上头发就白做了？骑自行车一定要戴安全帽，因为流汗总比流血。自行车就会有一种。帅度出现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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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What the fuck？ 就说了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吃饭饭啦！吃饭饭啦 ，BB。OK。怎么样？骑完的感觉？我还在暖身，你还在暖身啊、喔、？OK， 那我骑回台北，我有流一点汗啊，我有流一点，我觉得真的很漂亮，沿途这样骑，没有感觉到时间。现在几点？现在11:00多啊，12:00了。我觉得好像刚骑5分钟而已啊，而且真的这种天气很适合骑。还是我坐高铁，你骑回台北？哦，看先不要吧。但我觉得真的潭雅神绿园道真的很推荐大家来骑一下。就是很安静，你可以想一些事情，对，而且也不会有人在那边鸣按喇叭，什么都不会，很 peace 的一个自行车道，真的太棒了，有机会一定要再来骑。这是我第一次骑潭雅神绿园道，真的是觉得 amazing， 我之后一定会继续来台中骑自行车。那因为我后面还有活动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继续跟大家骑完全程，我必须要先回台北。那你们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吃饱了继续上路 ，OK， 加油，然后注意安全了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是粉丝送我的照片，很感动了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靠他们在撑，因为有时候在网络上被骂得很凶，一被人家骂，然后我们心里就会受伤。但是我也会看他们支持我，我会把支持我的放大，那些骂我的，我就不会跟你们有太多互动。我走心但不流行，因为流行是宪歌会流行。因为张扬才能流出你的心，好，赶快去买票了，终于可以回去好好睡一下。走，好，继续上个厕所。好。